podcast Mandu Artist Club from Nepal。因为在这一个团队呢，我们要介绍的他们的一些详细的内容。是的，珠穆朗玛峰所在的国家尼泊尔呢，是以其古老的文化遗产闻名于世。尽管呢这个国家很小，但是它具有种族文化和地理的多样性。相信我们现场的贵宾，大家在我们的开幕式的时候应该记忆还非常的深刻。那时候呢，他们的团员因为遭临在国家遭临了非常严重的水灾，所以呢，他们只有一半的团员可以千里迢迢来到台湾，为我们带来一系列精彩的表演。而且呢，他们今天呢在舞台的周边也特别有他们所带来的一些精美的一些他们的配饰，或者是一些的在地的纪念品。所以呢，待会有空的话可以让大家可以去观赏一下哈。好，马上让我们用掌声欢迎 Kathmandu Artist Club from Nepal。欢迎。